网传马嘉祺艺考培训共计花费30万，而这30万则是来源粉丝打图的钱。27日，时代峰峻发声明回应称，马嘉祺从未使用粉丝集资30万进行文化课补习，同时表示对于本次马嘉祺高考文化课失利，已与艺人进行积极沟通，详细了解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更好协调艺人今后的课业及工作安排。